我觉得他对这工作就有歧视，只要是挣钱，怎么样不是挣钱，对吧？我是你想吃东西我没带你去吃，还是你过生日我没给你买礼物，差着你哪了？他们家呀，说真的，我真觉得毛病太多，就是要求太多了。就比如说饭桌上我们吃饭那个勺子碰碗，我就觉得这没什么呀，大男孩子吃饭不就得稀里擦擦吃吗？然后人家们就说啊，你别碰出声音，这个是不好，这个什么礼貌问题，我觉得这没什么呀。有些家庭是讲这个的。我从小到大都这么吃饭，这突然就，我就觉得无理取闹有一些。吃饭这个事情就很明显的就是一个就是大老粗，我就觉得这个还真的是还挺重要的，就不要发出声音，就是。还是不是？那你在学校那一年多没给他训练过来吗？你在学校的时候，你要这么要求，你应该训练他呀。当时我也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，但是我发现就是因为两年了，然后就是慢慢这些问题就会显现出来，然后我想说就去慢慢磨合，但是发现就跟他说了一件事之后，他就也没有很改。行啊，等于在饭桌上又说到了他另外一个问题，你用眼神让你的父母看到了他在抖腿，是这意思吧？嗯。然后继而你又告诉你父母说，他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，在你看来，对，你对未来是堪忧的。对。那这父母听到这儿就饭也别吃了吧，小伙子，早点吃完早点回去吧。对，他父母一脸不高兴。那当然了。说在一块干啥呀？你说他父母也不同意。不是，当时在餐桌上就说了吗？我倒是没说啊，我就觉得是他父母也不同意，然后他也觉得我毛病这么多，那在一块儿不是我还想知道他说了什么缺点啊？在饭桌上，他说我打游戏，平时我们那个工作不是到处跑吗？今天就很忙很忙，或者明天就很闲了。我没事的时候去打游戏，然后朋友们叫着一块儿去晚上吃个夜宵什么的，觉得很正常。他连这个都跟他父母说，我觉得他就是个妈宝。真说了？对。我就没想那么多，因为我这个人本来性子就直，然后我想说那直接都说好了。好，那行吧，那就问问吧，你喜欢这男孩什么呀？他很温柔，然后就是我们俩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从来都没有吵过架，特别特别好，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大家都很羡慕我。而且因为之前的一段不是非常非常不好，然后但是他就给我一个很温暖很温暖的一个怀抱。就你曾经谈过一段恋爱？对对对，就不太好，很受伤。对对对，他温暖了你。对对对啊，而且就是我发现了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，就对我非常非常的好啊。这不就够了吗？但是磨合中间发现一些问题。然后什么问题啊？生活习惯，我给你概括嘛，吃饭抖腿算生活习惯，对于未来的不稳定，就是你没有这个对未来经济生活的这个安全感，算是他这个职业的问题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就是一些小事儿了啊。什么事儿啊？就比如说他这个爱玩游戏这件事情啊，真的就是大家的作息时间就是9点、10点、11点差不多，大家都该睡觉了。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大家可能会上班，就早睡早起嘛。但是他这个一玩游戏就是凌晨3、4点才睡，然后第二天早晨就是可能中午12点或者1、2点才会醒，啊、就是没有一个好的身体。就是整个一个，嗨，我在关心他，但是他就永远都想不到我在关心他。就那你们那一年多的幸福时光是怎么来的呢？我特好奇。还当时就是还是在学校宿舍，这些问题可能不太存在，因为现在不是已经毕业了嘛，然后这些问题就显现出来了。等于异地了一年是吧？对。这一年你们的情感沟通和交流的方式是什么呀？电话、微信，然后你会去看他吗？偶尔会去。